是 SH48 Team S2 的刘晶燕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尹明君。我们的组合名叫军锅。三二一，搞舞台嘛。对，因为他会跳舞，会唱歌。对，然后我们是 S 队。好扛哦，震撼到了。想要呈现完全你们没见过的舞台，你知道之前有个很火的，就是有个日本歌手在前面唱歌，后面有舞蹈，现代舞者、想搞那样的舞台，嗯，让人印象深刻，期待就是跳绳唱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 队的彭佳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 队的宁珂。我们的组合名是可乐嘉宾。狠话就是谁敢喝可乐不嘉宾？我比较想先听你说呢。因为喜欢。喜欢谁呢？喜欢你。我也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跟你参加的搭档。舞台啊，我希望就是只要有你的都行。我想要跟你就是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舞台，然后就是可以写很多故事跟你一起。可以啊，我们下次双生花。也不错。第三季的期待就是希望不仅仅只有几个舞台，希望有更多的舞台和更多的可能。对，想跟你一起拥有更多的可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N2 的苏珊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甜甜舒丽。我们的组合名是甜酥我了。狠话是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。就是一个意外吧，美丽的意外，美丽的意外，就是勇敢者的游戏。对，就是到最后时刻，然后我们很勇敢地牵起了彼此的手，牵起了彼此的手。就是不一样的舞台吧，就是想给大家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舞台。对，想尝试一些新的挑战，然后给大家新的东西。对。我们俩可以擦出就是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吧。对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全新的体验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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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